要给秦郎扯布做医生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嘿，小妞儿嘴还挺厉害，知道衙内我是谁。你爱是谁是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听好了，我爹叫李刚，是开封府的捕快头，这条街上，本衙内我说了算。老板，多少钱？8文钱。 哎，这点小事还用得着你给钱？你干什么？不买了，老板，走。哎，嗯，哎，这就你来他这，他们这干啥？你别怕，有我呢。嗯，又你，你干什么？你这什么人？我是他哥哥。哦，哎呦，原来是大舅哥呀！谁是你大舅哥？啊，瞧你那该死短命的德行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赶快让路。 要不然，小心老子揍扁你吧！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看上你了，这事儿就这美人送到我府上，老老实实做我大舅哥，吃香的喝辣，快快活活过一辈子。要是不知好歹，今儿个就让你们知道厉害！哎呦！ 哎，我说老师啊，你那么大力气，几百斤的草垛磨盘，一拿就起，啊，到了关键的时候，村头人脑袋，眼瞧着别人欺负雨莲，你旁边站着都不管，哎呀哥，他胆子本来就小，就别说他了，我不怪他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哎，关键时刻还得靠亲哥哥吧，啊，走，找地方吃饭去。哎，几位几位，哎呀，刚才那个李衙内可不是好惹的，他爹李刚在开封府任职，人脉广，势力大。 在这镇上是一霸呀，你们打了他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一定会回来。我劝几位还是赶快离开吧。啊啊！谢谢大哥，哥，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。怕他什么一霸？啊，有哥哥在此，看他能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啊，走，下馆子去。哎哎哎，哥，还是，哎。 吃饱了吗？玉莲，对不起，我胆子太小了，也没法保护你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没怪你。哎呦，酸死我了！我浑身是汗了。不好，不好，是李衙内，叫你早走吧，就知道吹牛。就是他们，这么多人啊！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你这个扎着小辫子的王八蛋，敢打老子！ 今天老子就要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，弟兄们，给我上！干什么？你厉害！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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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
他们抢走了。什么？你是死人的你啊？你为什么不保护他？我没有。哎呦，你这简直是个废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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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抢哪儿去了？你看见了吗？好像是往那边去了。你现在就跟我去救玉莲，要是救不出他，我扒了你的皮！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老板，来了。李阿奶奶家在哪儿？客人，别怪我多嘴啊！人抢走就抢走吧，您若是敢跑去讨要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你奶奶的，那是我妹妹，我朱万金就是死了，也要救出玉莲来。你不听我劝告，肯定要吃大亏啊！你说，你要是不说，我这就给你一拳！别动粗，别动粗，我告诉你就是了。李阿内的家就在镇外，出东门向东五里就到了。走。哦。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跟你这个畜生入洞房卖天地。朱玉莲，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倒想看看你的罚酒是什么样子。你谁来呀？送酒的，进来进来。公子爷，请喝酒。嗯。呸！这他妈什么酒？公子爷，这是小人撒的尿。好，朱万金，是你！来呀，来呀！好好好，朱万金！我少爷，少爷，怎么了，少爷？是朱万金，我朱爷呀！我杀他！是真的，我就化作厉鬼，也不会把